米线，来了，姐妹们，今天吃个羊小腿儿，鲜，哎呀，软烂脱骨啊！
嗯，哎，这块儿，哎呀，脱骨了，掉下来了。太香了，嗯，都是筋头。骨髓，嗯，来块肉，嗯，哇，好香。五谷鱼粉，今天吃的这个是酸辣味的，这个真的又好吃又便宜。自己加了几个丸子。糖心蛋，
我这碗里是煮了两包哈。鱼粉的汤特别好喝。炸串，红烧鸡头，好久没吃。
请问海底捞的小火锅两盒到手的话是29.8，两个味道。我这是麻辣小说的，里面有藕片、土豆片、木耳、酥肉粉条，分量不算多，但是味儿挺好的，酥肉也是一整包。小酥还是挺多的。是272克。这个价位真的很划算。还有一个番茄味的，番茄味的话就是不辣的，汤特别好喝，番茄味的。它有的酥肉会比较碎一点，香辣麻，带一点点麻。可乐鸡翅汤饭